玛丽肯放人吗？不但不放人，还说要带雨初来看我比赛。什么意思啊？这玛丽好歹毒，竟然要拿姐姐血泼你。咱们几时太和杨航直接把雨初姐救回来？我们之前不是找到那个枪手了吗？玛丽根本不在乎那个枪手，即便刊登他们买凶杀人的事实，他也会矢口否认的。退赛。 你会退赛吗？崇黎明怎么可能会退赛？要是现在崇黎明退赛，外国人会怎么看我们中国？那怎么办啊？你其实不用退赛的。道理我都懂，国家伟大，民族为先。既然已经选择了这一步，我没办法阿姨。但那个人是雨初，我现在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，那些人会以什么样的方法对付他？我连雨初都保护不了，阿姨。雨初看错人了，你告诉我应该干什么？我能干什么？我从没想过，我竟然没办法保护他。 崇黎明，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赢下这场比赛。那雨初怎么办啊？还有我，崇黎明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现在是大家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了，你不能垮，你必须站在上面，打倒那个英国人，为中国人拿下冠军。你放心，雨初那边还有我，我一定把他救出来。